你这个老弟，怪兵线去了，厉害，厉害。 兄弟，你看见没？我勒个豆！会不会玩？ 哎呀，我烦死了！我操！滚！滚你妈的，傻逼东西！F 6呢？ 现在崩了，现在处在一个暴躁的边缘，老弟。
对，还有闪飞翔道。记忆零落，死亡并不再令人挂怀。哎呀，这他妈这种傻逼，你他妈让他一直偷我野干什么？啊！这他在这还我野，快去快去快去！这傻逼，把你的马杀了！行，不然你就反！左转的红灯最难等了。Shut down。我将荼毒世间，一切都难逃厄运。什么傻逼，你他妈给我等着，我他妈 我不揍你啊老弟，我不把你的脑袋给你打烂，你他妈的。你翻，你给我翻，你翻你的母牛翻。跳我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啊，小胖就不跳，你个大便！你个大便！W 不能对他用，你没发现？我这么跟你讲，我第一神没大德，我大德都想斩他男刀了，我打他一套，你发现没掉多少血没？这个时候就知道他出的护甲装备了，25的护甲，这就意味着我 W 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杀他的，懂吗？你翻你打龙了，老弟，瞎子。哎，他在坤，突然好像没那么难受了。他妈难刀啊，真是该死啊！来、赶紧过来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刷你的他妈石头人，赶紧过来啊！别装了，赶紧过来！在干嘛？我太清楚了，老弟。你个小子，把石头都没刷、啊。哎，这难道的戏你都不会？他就刷转服率就往下走了。玩穿甲流还是玩什么？穿甲流，难道是个呆逼？沙贝。
给你秒了，老弟。哦呦，还想炸手，有点悬，有点东西啊。维特密，维特密，我的，我在干。飞龙，飞龙，大大飞。我操，你别死了。换了。还得抠脚，其实没打为什么该走，他毕竟是护盾装备，他毕竟是肉装备。唉，算了，冷静了，今天确实有点烦躁，但是以往的经历告诉我，面对任何事情要冷静，任何压力你要记住，你来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，你不是来承受这些压力，你得将这些压力抛之脑后，无所谓的，各位。嗯，难道就是个二逼？你会不会玩啊，老弟？凭什么这样玩啊？哎，我给我逮到你了啊，老弟！哎呦，我操，小老弟，翻过来。哦，老弟，真开心啊，老弟！翻，翻！你他妈的！哎，路过，不好意思。花得了，这是什么装备？老弟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！哎呦，我青云鞋！队友劈好啊，还真是，他还真没说话。队友，他凭什么脾气不好呀、啊，老弟？人又菜，脾气又不好，那不就没了吗？那这人有什么？还剩什么？都给占一样吧。风大雨哟，吴尘老弟，好久不见呀！今天送点火药就跑，什么意思？聊天都不聊是吧？怎么？你以为随便送我2000块钱啊、嗯，送2000块钱礼物就可以不跟我说话了啊？你凭什么，老弟？哎，你他妈的还别跑！
总山老弟的作风像极了之前一个叫青城哥，青城哥，哎，不怪青城哥消失了。哎，小心点！难招老弟，干嘛？你干嘛？用不到技能，刚刚怎么？难招开大我也不怕，因为我个 W 能发现他。电波 W 可以对难招有克制。你的小畜生还绕后啊，别给我逮着了。去摸刃干嘛？摸刃有个毛用，不挡什么？没有什么能挡，我也不怕爆发，我从女王灭了就行了。他他妈一身护甲，我说摸刃打不动他呀，老弟，我肯定真想我要爆发了。帮你说哥帮不了你，哎哎，差点让你把我扔过去，我捡垃圾，捡垃圾，捡垃圾，捡个垃圾杀电魔，哎呦 ！I know， 这老弟，垃圾长得我都看不出来是垃圾。
这是一个问题。Think about。他是唯一的希望，看顾着我的长路，自他离去，全部都。还偷东西，你是真有病啊老弟。他跟谁学的，我说不知道，因为你是我水友的。东偷西偷，他一口西肠。哪来的人啊，我靠，把我杀了呗。开玩笑。买羽毛刀系统就废了，他这我就逆风得做输出啊。你他妈爆杀了呗。是无敌了，杀穿他们。出盾弓没用，我给他二十暴击几率嘛，15好用很多，盾弓没什么用。他们哪扛住我一两刀啊，老弟，我两刀就死了，我吸得了什么血？不，我肯定不可能持续挨到人啊。15的话，杀一个人就直接进化了，多屌！这么强的输出能力，一件15给你的防御能力绝对比其他装备好得多得多。15其实这件防御装备特别优秀，只要你有足够强大的输出，它就是你最强大的防御装备，没有之一。不是，我戳你一下，你不疼，疼不疼呀，老弟？不跟你说笑了啊！不想就大了，然后呢？你飞过来打我呗，老弟！真的假的？我要操作我，操作我，老弟！磨不死你，赢不了。我的回血是你们打的，碰你就死到底。
你唯一杀我的机会了，老弟。